哦，下一个游戏，我想问有没有就是很会接的，很会跑的，很厉害的。刚刚我提到有一个小魔女侧面很厉害，对不对？超，你是看过是不是？侧面很厉害，我们看关主是谁，请你侧面走出来好吗？侧面呢？哇，他的侧面很厉害哦，没有错。我们今天的维尼，左右边玩家好兴奋。来，没错，我们今天的维尼要来带来一个游戏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跟大家自我介绍，拉一下粉丝团，好不好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午安。大家好，我是维尼，那是这次神魔之塔伴火系小魔女玛丽曼。请问有人说他肥了吗？请问，你这样此地无银三百两，你知道吗？继续讲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到我粉丝团微笑甜心维尼按个赞，好吗？那拍马屁要拍对地方 ，OK？ 好了，我们的维尼今天玩什么游戏呢？来，我们一起来看这边哦。首先呢，我们的可以看到这边呢，我们箱子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球，有我们的气球、足球，足球，以及呢我的可爱的小球，还有我记得还有乒乓球。所以呢，这些种类的球，待会我们维尼在台上会背对着玩家丢球。那我们玩家朋友呢，要拿着我们的筒子。不可以用手接哦，用筒子去接住那些球，接住呢越多种的球，种类哦，我们不比颗数哦，种类哦。你记得待会我看到没在这里抛媚眼，害我有点难以讲下去。没错，种类，所以如果呢你今天接到了三种种类的球，就可以获得60颗魔法石，谁想要？哇，真的很大方，要送给大家。那我们准备了，好不好？那现场的朋友举起你们的神魔之塔，一样，我讲维尼，你们讲神魔，我讲神魔，你们讲维尼，好不好？我们维尼帮我们选一位，你的喜欢你的朋友，喜欢你的粉丝，准备好了没？神魔。哪边？神魔，维尼，神魔，维尼，神魔，维尼，神魔。好，可以选了，可以选了。维尼，维尼，大声的那个。刚说你很胖，不是？刚说你，来，请上来。哦，看来维尼吃这套哦。我想问你，真的很会。你丢我姐吗？很会跑吗？非常啊！那等一下，我要好好的考验你会不有多会跑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的女将是关主，所以她待会一定乱丢，好不好？一定乱丢，毛起来乱丢。然后我们的玩家，请拿着你的筒子，接到了要倒进去那个筒子里面才算数哦，好吧？因为气球很会飞，如果你不倒进去，它就过来，来这边。你不要惹恼主持人，我小心把这人拿到那边去。来哦，那我们呢要准备计时2分钟，好不好？计时2分钟，我们的抛高物件，预备备，我们的维尼倒数3、2、1 ，Go！ 快丢丢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一直丢，一直丢，一直丢，赶快回去，赶快回去！糟糕了，糟糕了。我们维尼果然是非常优秀的抛高物件的人。赶快！哇！哎呀呀呀！快点！
会会练。哎，你都不可以漏接维尼的爱之球啊！你漏接他会伤心难过的。我维尼好会丢啊！不用偷看，不用偷看，随便乱丢。来来来来来。五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停！等一下，你往前丢干嘛？等一下，老板前面接是不是？哇，我觉得台上有点危险，我很怕等一下跌倒。来来来来来，请问来这位男朋友往这边靠近哦。请问你有累吼？好累。足够了哈，快虚脱了！哇，维尼好会丢哎，果然是要我超厉害的，对不对？不能拉这么容易拿到魔法石，累死他，累都累死他。来看一下他到底有没有呢？接到一种是我们的气球，再来是我们的哦足球，以及哦有我们的小球球。恭喜你获得魔法石60颗！好了，感觉这个有比较累一点，不像刚刚那个有东西吃，然后又有30颗可以拿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来来来，恭喜我们球魔维尼颁奖！没有想到这么累哈，对不对？你以为坐在那里凉凉的？来，拍照，好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啊，眼睛不要乱瞄哦。好，来。谢谢谢谢我们的玩家朋友，可以拿去兑换我们的魔法石。维尼有什么话想再跟大家说说？这几天5天都有来的举手好吗？耶、yeah, ，谢谢谢谢你们，然后辛苦大家，然后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天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支持神魔女，这样也可以支持神魔之塔。觉得呢，说自己怎么没有上台来跟女将玩。